앉아있는 것도 사진 찍어?
当时每天确诊数字动辄数百人的那种感觉吗？好像是这场疫情永远看不到尽头。而台北市长柯文哲他也承认，在当时的确是做了最坏的打算。如果整个疫情在半个月之内还没有办法控制下来的话，那最糟的结果就是封城了。还好，在全民自主封城的情况之下，我们看到了，在阳性率从最高的14.1%一路降到半个月之后，已经是来到了1.4%，在一个月之后，几乎已经是降回零了。Bopiliao成功的守住了这一道的防线，但是非常遗憾的是，我们看到了万华人，他们却被贴上了污名化的标签。对，就放在那里。